然后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多认真，但是就是在团结的时候，我们班就开始团结，所以就是很感动。然后说要哭，不用哭，这个给你完全准备好，谢谢，谢谢。你就觉得，谢谢。哎，喂，喂，喂，同学上。大家，我们是同一个，应该统筹完再讲。不是一个一个。对啊，统筹完再讲比较有 feel 吧。哎呀，我们先讲个大概，先小讲啊。你也没事情讲啊。对啊，就示范。没有办法，靠谁？同学家哎，他刚刚枪战输了的。哦。好啦，太瘦了。那个不是来朝着找我，是从你找在班上很调皮啊，对吧、啊？就是会捉弄同学。那两位，好大是吧？大也是其中一位被用的。对，然后可是没有啊，只是不要问嘛。但是我们都是就很快就会很好。很快就和好，如果吵架的话。让。我妈可亲了。金榜题名。我先想我再做。我厉害，你穿。我。你们厉害。各位同学们，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想听话，非常的虚伪。但是呢，我祝福你们，在日的时候可以考取好成绩。政治，你的学校了不起啊！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谦虚的，就是这样。好了，谢谢，很高兴有你们三年的陪伴。虽然会吵架，但是和好。哎呦，脸大！不要说你遇到了女朋友，而且是我的班队。好啦，就这样。讲一下恋情，恋情，讲一下恋情。恋情，恋情，我怎么感觉？我爱你们大家。你要大声说，我跟杨凯威在一起。我爱你们大家。好，文姐，文姐，我练了。你们厉害，太厉害了吧！快点嘛，这么小，边边的。好吧，我认识很多人啊，有困难来找我啊。我们讲什么？还没开始。大家还有谁？戴口罩，会有味道吗？哈哈。没有牙签的可以找我。哈哈。这样子嘞。哇，这个。你不是黑素雅炫，那就大家希望可以要上大学，可以就是想要上自己的大学，然后来找我啊。然后工作，你要工作的话就是找一份好工作，就这样子。你来，谢谢哦。下一位。立杰，立杰啊。哇，鸡老板在。无聊啊，鸡哥。我就在想那个每个人毕业后就留一张纸，大家全班的联络资讯。有，就拿那个国小会选的那个，有些人就随意。不要那时光蛋，那叫什么了吧？那叫什么？时光胶囊。对，要吗？然后20年以后再来拿。我等20年以后就五个孩子了。这个，还要吗？不要的妈妈，谁要不要？不要啊，就一个一张大卡片。不要啊，不要。很伤哎，就交给你去处理了。好了，狗狗你是有的人一张，可能会失联。蒋白森，蒋白森，蒋白森，你要讲你转科，你要进车科跟进工科有没有什么差？哎，不要说你一直都有录到我。你就是走还路啊！哇，从这个转过来，其实明显就是一种新的了。认识了你们，好呗。你，哈哈哈哈哈哈！去穿小我准备等我讲，我去看。白痴啊！真的，真的是你啊！有那么害羞吗？哎呀，还是都在给你。哎呀，你。我怎么做那个？我问你了，哥哥。李佳智。快点抱男朋友。耶。男朋友。不要去生你个。我就发现我们
啊，我要问一下你那个周记上面讲的，你高一的那个看上一个，老师很美，老师你不能讲，我很不能讲，你拿粉干嘛？放下！我在讲你吧，你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不要那么不堪了，假的，没有，我只是看不懂啊，我就是，我要再告诉你哦，你加快，讲什么呢？今天要走。因为我真的看很久都看不懂，所以我想问本人。不要，我也没有查好草稿，所以不知道讲什么，我就随便讲一讲。哦，没有。其实，想必大家应该都很开心，可以遇到一个很不错的老师。对，然后在这里也推选了很多人，啊，也新进了很多人，像龟龟，对，然后嘉燕，对，所以大家都很一起在。在这个班级三年，然后即将要毕业了，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张仁姐说过，可能毕业之后大家都会生你，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到时候可能一年呢，还是五年、十年，可能就是由我来就是泡那个召集大家，然后来聚一聚这样子。对。哎，你们。两个。他去韩国，韩国，韩国，虽然我讲话很快，然后我们现在，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很好，真的，真的，真的，谢谢你们包容我，谢谢你们包容我，我感谢你。这个每天在书面前的话就很想说，真的是吵架，他跟我讲，哎呀，我想说，哈哈哈哈哈，大声啊！三点了，你讲话还是要大声一点。谢谢你们三年的陪伴，然后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事，然后，哈哈哈哈哈，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路上能够朝自己的梦想持续努力。耶！唱得很好啊！拉圈，拉圈吗？你不小讲一下吗？讲。伟发，伟发，你是原本就是这个班级的，你就要讲。你在这边三年，完完整整坐在这边三年。应该不是抓我，我已经坐三年了。睡三年呢？哇，有睡三年。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还是要讲？你上去就坐。你上去就坐。别洗。就上去，然后表演你睡觉的样子就。短发，超短发。不要说。你哭的脸，他哭的脸。僵。看不到眼睛了。洗澡毕业快乐，这样可以吗？不行，还不行。讲一下体重增加几公斤？哦，体重增加了15公斤。哇！真的，真的，而且都没有增加那么多。没有，我都一直跟沙龙学习。我必须。沙龙始终如一啊！爱是度，爱是度，爱是爱是度，爱是度，爱是度。我体重的事情我也没办法。到底是什么？还有讲讲一件那个在班上最那个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件事情，是拔河的时候吗？哈哈哈哈哈！不多说什么了，就是谢谢大家。
三年来的陪伴，希望大家，毕业以后不要出事，对，好好考。不要出事，怎么很执着那个出事？出事，就是你不要出事。好了，第八轮，第八轮。其实我忘了讲最深刻的事情。对黄一璇就没有，是那个，谢谢大家。讲你的感情事，不要那么客套，好不好？班上很团结，然后在每个班级，就是我们班就是比较好，感觉我们班就是，然后就是。你先讲，你一年级到现在增了几公斤？太过程，真的。我不会才想没有吧？你一年级几公斤？一年级会大概七十啊。那现在？有吗？快八十，没有，快八十。我在啊，七十五，过去了吧？不要骗，真的，你有变重？不是在荒郊，我变重七十八公斤，又减了三公斤了。你要讲什么？然后就是，是要哭吗？你要哭了！哎，江镇，准备，江镇，我们要江镇。那个就是，我们全班可以有荣幸，但是肯定是跳一次抖音了。我应该是被呛，不是没有赢，就是需要改进。好，现在跳一段韩国。这样变多少？就觉得很棒。词穷。只是还没寻找到跟国小一样的。他想要假懒觉。谁谁的？好了，就假正。应该毕业那天应该放累吧。撑到毕业是不得了了。对啊，迟到就那是没办法，可以毕业就好了。就这样哦。
下次剪留着。哎，数啊！哎哎数哎数！你啊！哎数哎啊！下次嘉凯那个聚集我们的话，都能够
我都能够那个平安说。哎哎，都能够看到大家都是平安的来聚集。我要带两个小孩给你看的。还有32天吧。三十天的等死，都能够好好珍惜。好，谢谢大家。杨左老帅。还有永泉，还有一个。有永泉，杨左老帅。想必你这盘点应该很多话要讲。哎呀，屁股讲，用屁股讲。我在梦里的话，用屁股讲。我想一些人家的事。陈哥，我一直照顾你。昨晚你被罚站了。虽然我的大声。虽然我的确定。杨总来了。哦。先坐。先问。你先坐好，你要再演讲。好了吗？好了。你看到你姐姐。好。你叫他了。你先拍过去。都看很多。但是你们都还是会愿意包容我，不会像以前的国中小这样子排挤我。你是大神仙。你是大神仙。知道我前面有看过，看过。啊，昨天就看过啦。我很谢谢你。看你刚写的啦。包容我，不帮我路过这三步。开始喽！你先去前面，讲三年的那个大拇哥，快点，底下有刘老师，快点，快点，快点，先讲，现在搞哪婚而已，讲什么？讲这三年来，你这三年，跟讲这三年话不算，讲你跟谁吵架？他的下巴怎么？他有胡子啊，我只是长在一边而已。快点讲，你讲一下。我讲什么了？你都不知道讲，都随便讲。他又拿笔。我还有要。三年。三年很开心啊。说你一年级在干嘛？一年级在干嘛？二年级哦。很边缘啊。我等我走了。下一个感觉。一年级现在不知道有在存在。真的。以前讲过。太临时了吧！好，谢谢。哦，都很临时啊，你这。啊啊，没了。我老师啊，那个嘞，他就这样子啊。就是呢，这个三年的时间真的很快啊。哭了，哭成这样子。我准备怀孕了，对啊，然后是。其实，因为我也不是带第一个毕业班啊，其实之前也有带过。准备。我之前也有带过毕业班啊，不过你们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班级啊。就是其实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你们一年级刚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可是其实我对于有些人一年级刚进来的样子真的还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别的等一下再讲。我先讲整体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一年级的体育老师？他田慧老师对不对？他那时候其实所有一年级的体育课都是他教的嘛，但是他就跟我说，你们班吼，你可能会很辛苦，因为这个班吼非常的不团结。就他那时候对你们的评价是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到可以到现在，因为那个男人没有被记，他讲价，对，因为那时候那个上体育课都很慢啊，我都记得是第五节的时候吧，第一队要起来，对，第五节的时候你们就爬不起来啊。就你们每次第五节课差不多都是这样吧，啊，所以他有几次下来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班不好带，然后叫我做好心理准备，啊，所以我觉得看到之后你们的表现这样子，其实就是让我感觉到就真的还对蛮感动的，就真的有改变有长大，然后很多人真的一进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自闭，那时候最多话的是黄伟恩哎。他到现在还是很多话。对，你们还记得那时候行程训练的时候，班长是他哎、欸。是他，我知道。对啊，对啊，为什么他会是班长？就是因为他话最多，所以那时候的那个队服就是选他当那个班长。
有这种事、啊啊、有啊，有有有。没有啊，他就在前面讲多话，不知道我就觉得他很嚣张。对，那时候他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飘飘的，飘飘的，对，话很多，然后有点嚣张的感觉。然后后来你看这个班多神奇，我们选廖玉贤当班长、欸，哎，对啊，那后来还有萨嘎西，萨嘎西，萨嘎西当班长，真的有，一个礼拜不要来几天的，短暂的一段时间。那因为那时候你们都超自闭的。对，然后后来才是嘉凯，然后那时候嘉凯其实也非常的自闭，我那时候记得他坐长龙的位置，没有，我是坐这里，我是坐这里。我就问他说，那换你当班长，他还就是保持他的招牌微笑，然后边跟我摇头。哪有到摇头？我说哦，好了好了。没有，你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拒绝。对啊，是后来你才接受说好你当班长，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很多人都有自闭啊。是后来就是慢慢的那个真面目出来，就是觉得说真的都有长大，就是从原本很青涩的样子，然后一直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就还真的蛮感动的。对啊，先这样子啊，你一天一讲吗？一个一个的感情，一个一个吗？现在就要讲一个一个吗？我需要小讲，不要了，上去了，上去了。啊，你先讲，讲，下次再讲。对啊。我你要等下封起来啊，然后去寄啊。不是哥，看你还没封哦。他今天早上都在下农场都不用。不要哭嘛，感觉没有哭呢、欸。没有。你马上上。你就有吗？不是吗？有哭就哭。我说要让全拆啦。全拆吧。啥东西我没有想。是的。等一下关了，我就明天取消，等一下换。